你把泥巴是偷的，我的妈呀！我几万吗？我几万，你那吃饱了没？ 这茶叶生的吧？茶叶还能生的一身，干的。嘿嘿。你就去了不还没起呢？还忙吗？这个小棉皮子。不啊，那就开始勾价，这个劲儿快得很呢。你怎么着？哎，少也五毛，沉也五毛。哦。包括再强儿，包括再打毛，它就是啊，就两只股了。 哦。你在这里吗？啊？你在什么？嗯，花石菜。我。嗯，上海青菜，在，好像应该是在北两山养殖户或者是两山。嗯。 还有老乡在家吗？就是金门的那块，就是一块银的那块，在银的。